呜呼！教室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代课老师，要上一堂学校没教的事。嘿，这一堂课不是教你解题得高分，也没有考卷和评量。老师摩拳擦掌，同学们做好准备了没？1, 2, 3, 4。老师，你哪位？老师，你哪位？我是杂耍表演者。我拉大提琴，我是张正杰。老师，你哪位？老师，你哪位？我是张泰山。我是词曲作者，我是方文山。我是节目主持人，我是 Jenny。老师，你哪位？我是面包师傅，我是吴宝春。8月5号起，每周二晚上6点，公共电视全新力作。